主席，念詩都冇人聽，真係慘啊！嗱，咁咧就其實我講到第二任嘅新聞統籌專員提出嚟嘅理論咧，係同呢一個新聞統籌專員輔助行政長官工作並負責下列職務嗰 A 至 G 咧，係冇關係。佢提出嗰個政治化裝術嘅概念咧，其實係同呢八個公職係令到特首更加做得好係冇分別。嗰個完全係政黨政治嘅行為嚟嘅，即係話一個政客點樣樣去講大話、講空話、講白話，所以其實係錯配嚟嘅。何安達，你睇睇個官制嘅冇用之處就係咁啊！一個不能言即係不能言善道嘅特首，就揾一個鸚鵡嚟同佢頂住，即係講嚟講去都係咁，不出錯。而何安達提出嚟嘅政治化妝術嘅術語咧，其實亦都同而家我哋嘅成個行政制度，特首要對市民負責，而不是對政黨負責咧，係唔應該嘅。我哋嘅特首應該定係君子嚟 ，honourable， 即係佢純粹係共產黨覺得佢應該做，嗰百二人覺得佢應該做，應該一個秉行公義嘅人。所以何安達當然係慘敗啦。佢原因就係越快越差，我正話講就係馬騮攞油嘅道理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咁佢嗱，尤其是你睇一睇，我哋睇睇呢個官制對阿曾蔭權嘅禍害係幾大咧，即係話令到我哋香港蒙羞嘅，就係佢走去豪遊豪花嘅時候，竟然間應對唔到啊，由 A 到 G， 協調重大政策計劃出台時間表冇做啦，冇曬政策，六大乜乜產業，並需要時擔任行政長官發言人，管理行政長官辦公室新聞組織工作，代表行政長官與本地及國際傳媒聯絡，呢三大點已經冇啦。當佢被人哋揭發豪遊豪花海陸空嘅時候，你呢三個職責邊度有啊？連呢個曾蔭權幾時同我哋交代都講唔出，要到佢蒙羞。所以你睇到呢個官制其實真係浪費公帑。跟住到鄧慧君更加頂癮啦。我哋舊年已經講過，嗱，其實老實講，監察政府真係有效。不過一個政府咧係越改越錯。我哋覺得鄧慧君呢位大姐姐講明不能夠同呢一個特首外遊嘅，即係話咧，如果特首離開香港咧，佢唔會跟住特首去嘅，咁都照請喎。咁呢個梁振英做咩咧？我俾你聽，呢個梁振英嘅意圖就係我都叻過曬你啦，講假大空話，就最好就甩掉嗰、那個呢一、這個叫做咩啊？新聞統籌專員，即係話呢個位其實已經冇唔需要，就揾一個已經就嚟退休嘅女士去嚟拉關係，即係其實咧嗰、那個最要嘅就係點樣咧？去撫平同呢個傳媒之間嘅有必要出現嘅衝突啊，不協調呢、這個位其實就係令到傳媒不能發揮效用，同 A 到 G 冇關係，對香港人冇用。好啦，綜上所述，呢三個人嘅表現其實就如果阿梁振英係能夠吸收教訓嘅，佢應該當鄧慧君大姐姐告老歸田之後咧，佢就唔請人啦，係咪啊？係咪？林瑞麟鸚鵡學舌，何安達政治化妝師，鄧慧君呢一個處而不任。喂，到第四個就頂硬啦，叫佢馮偉光。馮偉光又開新嘢咯喎！嗱，我主席，2012年8月23日先請鄧慧君嘅，即係特首開始做呢一個特首之後咧，接完咗出現咗麥齊光啊等等嘅醜聞之後，佢覺得要對傳媒有一個更加好嘅關係，否則傳媒繼續爆唔掂。好啦，就8月23日到做到舊年嘅7月3日，就係因為本席與所有被稱為拉布嘅議員喺度極力鞭撻咁樣嘥錢，終於鄧慧君女士自己覺得我年老啦，我病我唔做。你話我哋咁樣監察政府有冇效咧？梗係有效啦。不過政府係會越改越錯嘅。鄧慧君女士最少都喺傳媒有人脈啊，可以起到撫平拉攏嘅作用。呢、這個咩馮偉光做有乜嘢咧？連係傳媒都唔係，對傳媒好似仇人咁。正話陳偉業議員都講過啦，望標啊，望標，
望標即係話唔該你走啦，係咪啊？咁樣都得嘅。林大輝，你話針生有冇望標？梗係冇望標噶嘛。飲多杯茶啦，老細咁噶嘛。望標趕客嗱，馮偉光嘅人呢、這個人啊，其實就一樣嘢，就係、是、識得揣摩上而推捧作拍，係令梁振英更加照鏡都冇埋，即係唔使鏡。佢嘅工作就係日日將梁振英嘅廁所冚埋啲鏡揾塊黑布遮住佢，等佢睇唔到嘢。嗱，馮偉光嘅劣跡咧，我呢一度可能講唔到，但係佢最出名嘅就係跟住特區政府嘅政策喺度嗡嗡叫，國教係十幾萬人喺出面反對呢個政府，梁振英自己都已經 back down 咗，即係話哎呀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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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。馮偉光話：我贊成國教。嗱，一個新聞統籌專員對不是傳媒出身，對於民意視若草芥，戰之踏之，而且仲有一樣反骨。佢本身係泛民嚟嘅，係咪？佢係民主黨嘅中常委。喂，阿哥，一個皇帝揾一個叛徒喺隔離。你知唔知啊？毛主席俾林彪個個動好大動喎，係咪要殺咗佢喎？喂，所以你話我哋請個俾錢請一個不常事嘅官制，俾兩個奸人喺度互相傾責係唔通嘅。不過馮偉光呢件事咧，講到本題，我會慢慢講，證明不佢係唔應該做呢個位。我而家證明咗唔應該去做呢個位啫，唔應該喺呢個位啫。多謝主席。